倒是也不必意外，我没看错你，你我本就是一路人。青鸾，愿为圣后效劳。你喜欢君临渊吗？实不相瞒，方才我发现圣君体内的灵力似乎因为某种外力的因素无法凝聚，有溃散的迹象。外力？您的意思是？据老夫所知，在西域有一种名为散灵草的稀有植物，若灵势不慎腐蚀，就会出现如此状况。您的意思是有人对圣君？目前尚无证据，圣子莫急，待我去藏书楼，藏书楼再仔细研究研究。